Thank you.
盖好的新的。对啊。上次马拉松啊，开幕的时候就那种啊，去年前年嘛。去年没有开着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有啦。有几公里啊？知道。4.6。你问旧路去，我想啊，我想我搜寻大概是旧路的网络，66.7啊，那是哎，啊这边只是52公里，差几公里没有看，16公里啊，16、14、66跟52，那边啊，那警卫问他啦，他说16公里，他也搞不清楚什么16公里，你这样减就66.7嘛，减到52嘛，对啊，14公里啊，旧路要14公里。速度70而已啊。台东县，看到没？出去呀、啊！我说这里呀、啊，不要刺啊！他当然以地标啊，在画啊。哎，罗瑞森他们今天跑那个哎，清水淡雅哎。他们5个人跑。清水淡雅啊。对啊。想他妈的，上次不是跑那条新城啊那条？对啊，新城跑到苏澳、啊。所以啊，这次又跑那条路线了，他妈5个人了、啊。哎呦，看像多女孩子啊。上次4个人啊。就是5个人，还有两男两女啊，陈佩玲跟布丁，还有他，哎呀，好像还有什么小燕子啊，还是谁？哎呀，5个人跑、哎，他可能又从新城那边来。他说新城跑到苏澳83公里。对啊，80几啊，上次跑过一次了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要跑平？哎呀，那路线你不好，你不敢开。不会啦，你不要小看我吧。哎呀，苏花我可以开，我不会开。看邱正伟跑，还是叫陈亮？哦，出来啊！啊，先娘不用讲了，不可能啊！嗯，啊，超马那不可能。哦，4.6怎么那么快？因为交界处大概可以停车了。这边还不行啊，出去才。当然是不行啊。对。嗯。南回当然车子不少，就跟你讲，只有这条路而已啊。为什么我都没有印象，我有开这一条？我都不想我开南回。圈数17，5分钟51秒。扣除掉要更近了，对不对？他写在那隧道就是4.6啊，啊这一段啊扣除掉，对啊，431。
分数18:47。他昨天开始跑的、啊、他早上跑的一大早、yeah. 我大早跑在清水断崖，那陈佩玲跑的，晚上我在跑啊、哦、漂亮，真的那个早上真的漂亮，清水断崖圈数19:48。现在出去讲接海边才可以那种，这、嗯、沿线哦，讲都没办法。对啊，你好，不要跑太累。我风景真的是不错。啊、哦，我们快到那了。去年前年12月，十二月、嗯、去年跑的时候开了吗？前1月24号的时候啊，你那是开这条了？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真的、啊？我就我好像圈数20。然后你就叫他那个回去，垦丁那边去。没有，可能开旧路吧，是不是？啊，旧路也要经过雪隧前面来旧路啊。因为那时候就跟着导航走啊，走哪里我也不知道啊。导航是到大武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搞什么东西？啊、哦，可以了，因为那路边有可以停就停了啦。啊、嗯。出去就开始跑啊，现在就近了啦，因为这边扣就要10几公里，没，可能6-7公里啊。428。圈数21，48秒。车子还不能进，何鸿中这边这个地方管制了。应该是，哎，这边地方管制了。哎，好，这这边可以了应该可以了。哎，没有看你那边路边停车了。好了，停一下，喝一下东西。快一点，哎，那边有个桥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就到大马路啦。那是不是旧路吗？大马可能是啊，哎，开那边也好了。哦，有可能哦，这样接过来、啊。等一下，看他写什么。那是哨卡，所以我们要接走这里。等一下，还是走这里，开过去再来。是啊，27。这边是哨卡。600公尺后有固定测速照相，限速60公里。好，前面去那边再给你跑，你跑就近了了。圈数22，1分2秒。车队在那里，哎，啊，那摩托车的，撞击的。